你可能会觉得这标题很奇怪，但没事的，你看一下这张有趣的照片。对不起啊，我是 Paul， 大家好，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那这张照片呢，里面是两个人，左边这个，哇，拜托你看一下荧幕，如果你没有在看的话，左边这个老人哦，他的名字叫做 Coolen， 那无所谓。但右边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他是穆罕默德阿里，就是我们讲的拳王阿里。那这个阿里他在干嘛？你看他整个脸非常的狰狞哦，或者说甚至看起来似乎在无助的尖叫着。为什么呢？因为他抬不起这个老人家。哈，什么鬼？怎么会抬不起来？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所以我的标题并没有写错，他是个抬不起的老人啊。What the hell？ 来，所以他这边说了，这图说就是 Muhammad Ali attempted to lift the 76-year-old former world bantamweight boxing champion Johnny Coolen。好，所以阿里尝试着 lift 就抬起来这个76岁的前 bantamweight boxing champion， 所以他是个拳击冠军，而且他是 bantamweight， 翻成中文叫雏量级。我事实上，我虽然说我很热爱拳击，可是我实在搞不清楚他那些那个量级的分类，因为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银量级、雏量级啦、银量级啦、什么羽量级啊、什么之类。当然，我了解它里面的逻辑是，银就苍蝇的银，所以银那羽毛的羽，所以我感觉好像银量级应该比羽毛级、羽毛级什么什么羽毛级、羽量级还要再轻。可是反正我不管了，我是觉得那很复杂。那总之 ，bantamweight 是雏量级，据了解那是最轻的，没有比 bantamweight 还要更轻的。好，那你知道这样就好了。OK， 所以他抬起这个76岁的前 World Bantamweight Boxing Champion， 他的名字叫 Johnny Coolen。Coolen was believed to be known for a famous trick in which he used his finger on the lifter's neck and wrist, making himself seemingly unliftable。OK， 所以他就大家就据信，大家就他被相信，或大家相信他。你看这边又是被动的一个结构 ，so he was believed。To be known for a famous trick， 好，所以他总之大家就他是以这个知名的，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戏法。那在这个戏法中呢，他用他的手指头在那个抬的那个人的颈部跟他的手腕处，所以这边有个词叫 neck， 应该你会。那 W R I S T 叫做 wrist， 就是手腕还是手腕，随便了，中文大概不是很清楚。所以 he used his finger on the lifter's neck and wrist。Making himself seemingly unliftable， 所以使他呢看起来是根本抬不起来的。那第二段，就 after retiring from boxing in 1914， 所以在1914年退休后 ，Johnny Coolen, a former bantamweight champion， 又讲了一次 ，measuring 5 feet and weighing 110 pounds， took to the vaudeville circuit。所以在退休后，这个家伙啊，前雏量级冠军，最轻量级冠军。然后他的高度才不过五个 feet， 五尺高。那给大家一点概念，我自己是175公分左右，现在老了可能缩水一点点，但总之我的高度大概是五尺七、五尺八之类的。所以他只有五尺，他少了我七八寸，那一寸是 2.54 公分，所以你算一算，他大概就真的只有150几公分而已。OK， 应该160都不到，所以他少了我。然后 2.54 乘以7好了。好，那就已经15公分去了这样子，所以可能150多160左右啦，我猜应该是160都不到。好 ，anyway， 那重量才110磅而已这样子。那他干嘛了呢？所以主持是这个 Johnny Coolen， 那动词是 took， 所以 he took to the vaudeville circuit。那再强调一下，这个文章的难度多半可能就他的生字的困难度，可能多半还真的接近托福雅思哦。所以虽然说这故事都很短很有趣。可是它的难度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的。那什么是这个 vaudeville？ 就是歌舞杂耍戏团。OK， 那你说我有没有在托福雅思看过这个字？还真有，所以你认识一下也好。说真的，不认识大概也没关系啦。说实在的，因为你就知道它是去里面变戏法的，所以你不认识这个字，你大概也猜得出它七成的意思。So anyway， so he took to the vaudeville circuit. He showcased his seemingly inexplicable ability to resist being lifted into the air.所以他就在那里秀出了他的这个很无法解释的一个能力 ，inexplicable 的一个能力，来干嘛呢？来抵抗被举起来。所以
他抵抗，他 resist 被举起来这一回事。那因为被举起来这回事是个名词，所以你只好把里面的 be 动词变成动名词 ing。So he had an ability to resist being lifted into the air。所以你要知道这里这个 being 是一个被动的，我是一个被动式结构里面的动名词啊，这样讲。好 ，anyway。所以他的这个方法事实上是非常的直截了当，很简单的。So Cullen's act was straightforward. He would initially allow himself to be lifted by his opponent. 所以他原本是会让你先抬起他一次，让你知道说，嗯，我就是一个老人家，然后我很轻，你应该随意可以抬起我起来。So he would initially allow himself to be lifted by his opponent. 他还特别强调他把那个人当作对手一样，所以他用一个 opponent 还加一个引号的一个词这样子。而他的 opponent 通常就是例如说重量级冠军啦，重量级的拳手啦，不一定是冠军，那或者是摔跤手啦，或者是就是举重的人。所以他 opponent 逗点后来一个补充，所以 who were 省掉了 often a heavyweight boxer, wrestler or weightlifter。 所以这个 heavyweight 重量级 boxer 拳击手， wrestle 这个字是摔跤， wrestler 摔跤手，或者是 weightlifter， lift 是抬起来， weight 是重量， weightlifter 就是举重选手这样子。而这个 lifter would easily hoist the smaller man into the air， 所以这个抬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很轻易的把他抬高的。那这里的抬高，他不再用 lift 这个字又用一次，因为用了好几次了，所以他改成另外一个字，就是 hoist。所以这个字也算，可能你会觉得比较难，但我是觉得还好啦，哦，不是很难记这个字，哦，所以他就很轻易的可以把他 hoist 起来这样子。As Cullen would straighten his body into a vertical line and push down on the lifter's wrists.Assisting in the lift， 所以这边是一个逗点后的补充。逗点后这个 as 就把它翻译成因为，所以一开始很简单，可以把它抬起来，因为它还有帮你。OK， so the lifter would easily hoist the smaller man into the air as 哦，因为 Cullen would straighten his body into a vertical line， 所以因为 Cullen 呢，这个时候他会站直直的，让人家比较好抬。简单的说。所以 straighten 就是 straight 这个字的动词，所以他会弄直他的身体。那弄直成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个就是直立的，就跟地面是跟地面是成直角的。简单的说，所以 vertical 就是垂直的一个概念，这样 vertical。OK。那如果说是跟地平线一样的，那地平线叫做 horizon， 那把它变成形容词。不是 horizontal， 不是，它的发音变成 horizontal， 很烦哦，我把它打一下。所以 horizon 是地平线， horizontal 是跟地平线一样平的这样子，那 vertical 就直的。所以 vertical 跟 horizontal 的关系就是直角的关系，大家可以理解吧？哦，直角，那个叫做 perpendicular， 啊，多学一个字 ，OK。Perpendicular. So something is perpendicular to something else. 就他们两个是一个直对角的关系这样子。好，这多学一下这个字。好 ，Anyway， 所以他就会站挺挺的、直直的 ，vertical 一个 line。然后他也会往下推，推他的这个手腕。所以你把它往下推，反作用力它会造成它反而更容易把它给抬起来。所以这句话再读一次。So the lifter would easily hoist the smaller man into the air as Cullen.Would straighten his body into a vertical line and push down on the lifter's wrists, assisting in the lift. 他的 wrist 还加了复数，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两手都放在人家的手腕上，然后往下推，所以这个人就可以很轻易的把他抬起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他反过来了，就是让你没那么容易抬起来了。So then came Cullen's special counter grip.所以它是一个反制的一个抓法，这 grip 就是抓的意思哦。那逗点后补充 ，where he allegedly lightly grasped the lifter's right wrist over the post point with his left hand and placed his right index fing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lifter's neck near the carotid， 我确认一下这个字怎么念哦，对不起，因为我也很少看到这个字，它叫颈动脉。Carotid 啊，对不起，你看我也在学哈。Carotid 听起来像是空手道哈 ，karate 啊 ，carotid artery 就翻译成颈动脉。好，所以那这边事实上有点难，因为我都可以想象我们，而且这一段的描述哈，比较接近我们台湾
那个高中生大学考试的水准，因为我们在台湾的那个高中生大学的那个学测指考啊，的确考过一些蛮白烂的，可是我会说也是很实用的英文。我记得曾经考过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苏格兰的裙子啊，男生会穿苏格兰裙，你知道里面不穿内裤哈。那个苏格兰裙怎么穿？哈，什么一层夹一层，什么东西盖左边那一层盖在右边那一层上面，然后还什么转个圈三角的。我记得他有一段这样子的描述，然后他题目就从这段的描述来出，你知道吗？所以那个题目还真蛮难的，考倒很多学生，辨识度非常高。所以这里这一段也是有点像，你刚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再读一次给你听，你能不能听懂他描述这个画面到底是怎么样子？但你如果眼睛有看荧幕，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就左右的分别之类的，到底是阿里的左边他的右边，还是这个老人的左边右边呢？再听一次。好，所以 Then came Cullen's special counter grip, where he allegedly lightly graspedthe lifter's right wrist over the post point with his left hand and placed his right index fing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lifter's neck carotid artery. 你看又忘记了，我现在的技法是它是空手道 karate, 所以 carotid artery 颈动脉。好， anyway, 我们来拆解它。好，拆解它。所以接下来他的 counter grip 是什么呢？逗点后 where。 所以他呢就据称轻轻的抓住了抬的人的右手腕。所以英文读一次， He allegedly lightly grasped, 轻轻的抓住 the lifter's right wrist with his left hand, 所以他用他的左手抓住 lifter 的 right 右手的手腕，而且他抓的部分呢就是脉搏的地方。那个脉搏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pulse point, 还 OK 啦， pulse 就是脉搏，没有问题。所以他抓在他的脉搏上，用他的左手 and placed his right index finger, 然后放了他的右手的食指。所以你得认识 index finger 就是食指，拇指叫 thumb, 食指叫 index finger, 中指就是 middle finger,无名指是戴戒指的，所以它叫做 ring finger, 那小指头就是 little finger, 或者甚至叫它 pinky 之类的。好， anyway, 所以 place his right index finger, 他把他的右手的食指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lifter's neck, 放在那个 lifter 的脖子的左侧。 so on the left side 就是左侧，什么的左侧？ of the lifter's neck, 脖子左侧，也就是这一张照片。再强调一次，他放他的 left hand on the lifter's right wrist at the post point, and then he placed his right index fing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lifter's neck, 放在他的你看一直会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老师，我是教英文的，我对颈动脉这个字都卡了好几次。Carotid artery, 好，记下来了。Carotid artery, OK, 颈动脉，所以放在他的 neck 上面 ，near the carotid artery。好，所以根据观察，无论那个 lifter 多努力，都没有办法把它抬起来。So it is speculated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the lifter strained and struggled,strain 就是紧绷啊之类的，怎么紧绷怎么努力 ，Cullen remained firmly planted on the floor. 他就保持一个像种在地上一样，完全抬不起来。OK, 我相信这一定是程度上有一些那种柔道理的或者和气道理的借力使力。不过不管了，反正这个照片看起来是还蛮酷的。OK,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的知名的照片。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